第十二位选手上台演出。评审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Grace， 然后今天要唱的歌是再等等我这个人。让我们恭喜第十二位选手成功晋级，即将为他带来更精彩的表演。现在，请评委们进行点评。有一点遗憾，就是你的努力，你这我先说不好的，然后后面全都是好的啊。就是音乐有一点点杂音，会影响了你的整体的这个就整个的音乐背景。给你有一点杂音，然后我认为你的音准比排练的时候好很多，声音听起来音乐完美，很连贯，讲的故事也都非常的动听，跟你的声音结合得很好，再加上你的形体外表非常的美，谢谢。观众尽速入座并保持安静。接下来我们有请第